韩剧《浪漫速成班》由郑敬浩、全道彦主演，除两人的表现亮眼之外，剧中的新人演员也被捧红。新生代演员李明宰在剧中饰演徐建后，完美诠释角色的校霸形象，却在暗恋好友南海一时展现出暖男的一面，招牌笑容更是圈粉无数。他在接演该剧后，心路也逐渐开阔。近期在 Super Junior 东海主演的新剧《偶因心》中，饰演年下男 PD， 李明宰饰演的角色是新创造的人物，与原作漫画中有所不同。他为了演好 PD 的角色，还特地观看了前辈金秀贤的作品学习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李明宰在新剧中延续了他在上一部作品里单恋心仪对象的角色。对此，他透露在学生时代自己其实很常单恋，笑称这样的经验或许在演出时有一定的帮助呢。